报告上的。明年我们的印尼峰会也是30年了。很高兴今天能够亲自来跟三人报告，已经等了3年三人。三人有我们印尼的医院呢。这几天啊，印尼的菩萨也回来心灵故乡来看看师父啊，分享分享他们的社会啊。最近啊，将近3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回来，那是因为疫情。虽然呐，在有形的距离，他们没有回来，可是无形的心里总是呢，都时常回来呀，总是慈济的精神理念，他们都继续的在进行中。像当年呐、啊，在1998年，有一阵的社会动荡啊，民生的生活很艰巨啊，贫富拉得很长，所以社会不平安。那个时候，在台湾的瓷器。有一群的企业家启发了爱心，他们亲自投入，那去发放北壁，看到那穷困的老弱妇孺来领米啦，这米这么重啊，如何扛回家？就是这一群。我们的志工菩萨也是呢，企业家，他们呢就去扛米。当地的企业家看到了，也投入了，也帮他们呢扛起来，带回家去，还会一肩扛，还会一肩牵。一斤替伊扛米，搁另外一支手啦来扛遐老人，真的都是呢，当地的企业家也感动啦，也开始带动啦，就这样。所以我时常都说，以身作则。人人呢都可以作为人间的典范。在印尼，我们在那里呢就地取材，他们也为无家可归的建立起了很牢固、很健全的这样的大爱村，而且孩子都可以。读书，所以教育啊，也都是跟瓷器的教育的生态啦、啊，他们都很用心。我就跟他们说：“哦，师父过呀十年啦、啊，才能做到现在这样。你们呢，走入瓷器啦、啊，还不到30年。”明年慈济30年，这就是在印尼。学校呢是20年，他们已经这样做到这样了，看来呢都是好争气哦。他们把教育落实，他们的孩子啊也鼓励。一把米的精神。Sawal bawa beras ke aula untuk dibagi-bagikan. Sawal jangan lupa ini ngasih beras 1 sendok sehari di
ditaruh di toples. 每个月啦，那一汤匙的累积起来的，就按呢改七八起来了熬啦，就可以呢帮助苦难人。所以说来呢，这样的点滴教义啦，善念累积啦，从小呢就会学会啦这种苛难用爱点滴付出这样的心，这是很好的教义，这才能呢祥和社会，而且呢家庭最好纯善极善之家有一切，这就是最好的教义。听到了金光集团龙年七四鼓励员工啦，点滴呢汇聚，也可以呢让员工有造福的机会，他也招呼到了187万的会员，所以点滴点滴汇聚起来，哦，力量之大了。Ya senangnya bisa ngasih membagi tadi kan, tidak berat tidak dimaksud. Karena kalau menolong orang itu kayaknya senang banget gitu. Dapat beras, alhamdulillah.Kami dikasih beras. Kami tidak bisa membalas apa-apa, Bu. Cuma balas doa ya. Berterima kasih, Bu. Ini, 医院里也是这样，大家人来捐呐，也期待我们的院长、医师们都可以呢，不断来呼吁，不分宗教，而且呢是。共同呢发挥爱心的意愿，这有次一同。比如说咱一个病院请请人的员工，只要一个人1块钱、5块钱，那每一天呢、啊、口袋里、口袋角里有这样的一个铜板跟肉。还价也可以啊，还价的家庭也可以啊，这种的这点滴汇集啊，就会成为一个大力量帮助人。这呢，善心无间断呐、啊，善心不间断，这不就是功德无量吗？请大家开大爱台的电视。多看国际间呐的苦难事，多看看慈济呢，在人间呐、啊，多少国家慈济人多少事在推动，咱爱知，所以咱都会当去宣导，人间善心人士多，人间有希望的画面也很多，总是呢。大爱台都是报善报爱，报善报爱啦，如何翻转人生啊？很好的教义，你还是请大家呢要用心，用心啊，为人间呢付出。我们现在慈济的慈善，天天我在看那地图。哦，那个国家有灾情啊，只要眼睛看得到的，因缘具足的，我们就可以呢去帮助他。这都是要平常累积，不是一时看到才来呼吁，那就无法真正的稳稳可以做的好事。善事好事要平常累积啦，要培养人人有善心，这就是
教善家善呐、啊，时时呼吁，时时教育，人人爱心，那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家庭，家家行善，积善之家有余庆，这安尼社会，那就是会发亮、发光的社会，安尼自然呐、啊，都会当人心净化，社会祥和。这时候，年年日日啊，无变的念头，所说的也都是一样，这就是净化人心。